今日捐款金额上悬的人，就会当甲上水的嘉文妈妈共度晚餐时光。我出二十万，我是替这位张正浩先生出的。要不要讲人自制的辣椒酱？你看这嘛，贵宾有个老婆。那是当得到贵气，当可以愿意跟我做伙。三立台湾台二十九频道，炮啊声。你把基金会资料交给 David 呢？国三有代孕乳哦，这个嘴皮哦是给你提醒啦，叫你讲话较细腻的啦。王妍希，你总算是下台一鞠躬啊，是落好去啊。阿伯，是的啦，所以我跟妍希讲，疫情会当换你钱，不过你若是继续过来，就对我甲天顶以后的生活造成困扰。你是啥？你想我是靠讲恁囝啦？做代志爱有责任，爱有责任是你啦。刷来，咱也是要合作哦。你想好卖三工两工来找我乱啦。啊，若无到时阵，我若会断哦，我什么代志我都甲母好吵。到时阵你要叫我多一个买你哦，拢无关系啦。啊，恁做嘛？食清饭蛋。这两天我拢去缀伊去李宝那，我发现伊拢会走去一间私人的病院，内底有一间 VIP 病房，我伫想。王延熙应该联想到，我这两天就把王延熙的代志解决掉，你只要负责把我拖的，到时阵已经无法度收煞，都无人敢对咱两个安怎？现在就是安怎？哪能开车啦？他不会讲对咱的呀？是你啊！搞坏手不起啦！不一样吗？不可能！你是你个人妈妈，这种我忘记了，我不肯帮你想死啊！